看到没有？怎么样啊，季总？现在那个可以谜底揭开了。然后今天是齐迷很用心的在你生日这一天办了这么一个生日会，然后来跟你一起欢度生日，有什么感受？现在我的头还在晕呢。对，我因为今天刚拍完戏，然后其实这几天拍戏还蛮累，本来我以为收工可以洗澡，他们要睡觉，然后他们就叫我化妆，我就觉得奇怪。开 C 组。不过真的谢谢你们来，谢谢你们来，真的谢谢。等一下呢，还不断的可能随着我们这个见面会的一步一步推进，可能我想你除了惊喜以外，应该还会有不断的别的感受，然后再一步一步的，到时候我会采访你啊，请慢慢来。首先呢，我先给你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到场的各位亲密朋友们。你没上过台啊？我们平常我在北京，其实生活很简单，朋友也不多，就这些朋友。我会跟他们去唱歌，是他们带坏我，他们教我喝一点小酒。他喝酒之后唱的比较好。是自由，一次不小心走进悲伤的森林。什么歌词啊？我真的想吃饭。然后可以大合照的时间了，现在刚才要求抱抱亲亲的什么的都可以通通的涌上来了。好，我们是按桌子来吧，一桌一桌的来好吗？我们尽量节省时间。